No.鬼叫什么？你角色讲到哪里啊？哎，这期真的是慢慢搞的手游哎，哎，我们有箭塔了，你记得标题就箭塔，也是可以的。这样有比较强吗？来箭塔哈，它可以就是对进行放成分的敌兵造成 damage。强大的防御攻势啊哈，而且你还可以升级它，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啊不行，我们部队战力就够了。出征，无法评估是怎样啊？战胜任意等级，好，应该结束了。而且每天都可以凑一下哦，凭看运气，那你可以学习一些技能。你这边你可以学习一些技能啊，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学，就是学习我们的技能这样。这样子。所以能要进攻吗？我这边你可以跟他聊天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信息，这个有个记录啊，全部已读。